男孩的假期首映会，首映记者会再过三分钟之后开始，大家请现场闺蜜们大家先请入座，也麻烦大家将您的手机调成震动，谢谢。期待在2021年的年初 WBL 我们推出了这个两个系列的影集，永远的第一名以及第二名的逆袭，受到了好多粉丝朋友们的喜欢，不仅是在亚洲热播哦，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的粉丝朋友们都好期待，很希望微波炉男孩能够有让大家能够看到他们一起相处的情况，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机会可以让他们再次团圆，让所有人可以看到他们私底下的一面，很可爱的那个互动。那当然我们接收到大家的讯息了，所以你看节目可以红到整个的戏剧红到我们还可以一起做一个真人实境秀，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也知道每一位都希望让大家看到除了角色以外他们在私底下相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有趣互动的时刻。那今天是11月11号光棍节，那我们也希望微波炉男孩用他们这种微波炉的热力哦，让大家瞬间啊，即使是寒冷的冬天也能够让所有的朋友们的心一起就是回温，能够让大家更加熟起来，更加能够有这种很开心的感受。那我们要很谢谢我们有好多的这个赞助伙伴，让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真人秀能够一起来带给大家更多有趣的一面。那我们要谢谢我们今天的好多赞助伙伴来到现场，来邀请各位跟我们现场的好朋友们挥挥手打个招呼。首先要欢迎 Story 故事是银饰的两位贵宾，欢迎，你好，以及欢迎像北竹科木科技健康袜的贵宾，谢谢您，谢谢，要谢谢陆进葡萄酒，要谢谢台虎精酿的贵宾，谢谢，好的，要谢谢这个大直影华。
华哦，谢谢你们提供给我们这么棒的场地，我们在全川石花的艺术空间，让大家透过今天的首映呢，抢先看到片花，也透过荧幕，也透过这个我们的直播，让更多的好朋友们知道这样的讯息。那当然，你看我们这两部戏剧这么的成功哦，我们所有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大家都好努力，不单是一起圆梦，更能够变成感情更深厚，生活当中的好朋友呢，我们要很谢谢我们的贵宾，还有我们的这个团队一直以来的努力哦，我们要很谢谢监制蔡佩乔小姐，谢谢，辛苦了哦，真的是辛苦了。本来小姐应该是制作人跟我们的主持人才对，对不对？但是对，我们没关系，我们待会把你像公主叫，要把你抬上来跟大家分享，因为小姐才是最了解我们所有的温柔男孩他们所有的细节，大家一起努力的过程啊、哦！要欢迎导演金妮君导演，欢迎。谢谢我们所有的工作同仁哦。那当然就是我们在拍真人实境秀跟拍戏剧的感觉一定不一样，因为戏剧可能会按照编剧的故事内容，然后导演的这些转折能够带给大家设定好的剧情，但是真人实境秀不一样，所以必须说导演辛苦了哦，还有我们工作的这些摄影师跟伙伴们辛苦了。因为这群男孩我已经看了前面几集，我真的如果我是导演跟摄影师，我可能想要偷掐你们，我们是不是请导演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什么样的心情能够在今天也跟微波炉男孩分享一下，也让大家透过这次的这个假期的我们真人实境秀的播出，能够让大家看到他们更真实可爱的一面。欢迎导演，您有请。大家好，我是带微波炉去露营的导演，我是阿尼。首先要感谢 VTV 还有结果娱乐乔姐，还有我们制作人 Sammy。我觉得很难得，就是有人愿意相信台湾有这么一支团队做真人实境的能力，然后把大量的资源投入到我们团队里面，然后节目制作当中，这是我们非常感动的。而且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是很自由的，对。所以我们可以自由很畅快的去跟艺人走进我们的坑里面，对，然后从他们的优缺点里面去发现说真人实境的价值，是，对。那很多人问我说真人秀是什么，真人秀真的没有剧本吗？对，艺人他们真的没有剧本，我们有。我们呢就是从编剧呢通过环境的设计以及人物的设计呢，让他们走入我们的坑里面，对，然后我们再通过大量的阅读他们的人生资料、背景、优缺点，植入到我们的剧情当中。那我们是希望说，能够让这样子的操作模式，能够让观众以及他们的粉丝去看见他们真正的成长及蜕变，还有他们真正的自己。那其实我蛮感动的，其实他们六个人，今天少一个，六个人他们是真的很做自己，而且跟我们的配合度非常高。是，对，我在出发以前，我一直在叮咛他们说，没有所谓，也不要管摄影机在哪里，是去做你们自己就对了。对，他们是真的很蓬松，已经蓬松到有人自由到不见了，是声音不见了。来，我们摄影指导在那里，你看他头发现在还白的，那时候金口还没有回来，真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现场忙成一团乱，有人在满头大汗在架录音设备器材之类的，然后有人不见了。陈毅说：“导演，声音不见了。”我说：“谁声音不见了？谁发了 PD 回报？”因为我们都有每一个艺人都有配一个执行导演，对，举手啊！哎，对，就他会不想承认，对吧？一对一，然后这时候就有人回报：“导演，是我们李琦在买冰棒。”哦，好，这时候摄影指导呢就很疯狂，是赶快把声音切回给主机。我们每一个艺人都有配一个摄影师，来举手，你看很壮，绝对追得上原住民，对，怎么跑都跑不掉。是，对，那声音切回主机，对，然后李琦那时候现场很疯狂，彪悍流汗在架，李琦在那边，略加哥不吃太甜，
有人要吃红豆，有人要吃芒果，也是另外一种贴心啦，哈。对，很贴心，但这就是真人秀最真实的价值。对，那我也忘了我要说什么，就这样吧。还是我们就聊一聊。对，我觉得很感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大家期待的后疫情时代最疯狂、最报复性的旅游团——微波炉奶奶的假期。是，谢谢。能够把实境秀拍得非常的真实是非常重要的价值，而且让大家透过摄影师的这个镜头当中可以真的捕捉到好像 X 光的感觉哦。虽然是就是好像大家一起来玩游戏，可是刚刚听了导演分享之后，哎，把你们每一个人的他讲优缺点要先分析清楚，这个好恐怖，就想说也好想知道，请问分析我的优缺点是什么。好，哦，就觉得每一个同仁都要做非常多的功课。然后虽然开玩笑是说进到这个摄影组或者是进到这个制作单位的坑里面，但是也是希望透过他们设计的这些小小陷阱，能够让大家更能够真实的感受生活啊。好的，现在呢，我们就要欢迎微波炉男孩来到现场了。我们一个一个单拍拍照的结束完之后呢，我们让大家来抢先看一下我们这次内容的这个片花。好的，首先要欢迎罗德宏，欢迎罗德宏上席来，我们先让。我呢，他说有人跟他说，但我觉得说不定是他自己说，是一朵含苞待放的玫瑰花。那我们是不是简称为含玫或苞瑰呢？他对自己虽然说起来没有自信，你看拍照起来多帅气的感觉，他觉得还有很多正能量想跟大家分享，绝对是在微波炉男孩假期当中的神救援。好，来正中间下方。罗罗的最左边看一下，好，来右手边看一下哦，谢谢。好，我们也跟这个你的最右边 IG 的朋友们挥挥手，好不好？耶，yeah ，好的，来正中间看直播的粉丝朋友们，我们也挥挥手啊，嗯。是的，好，谢谢罗罗。好，那我们旁边先稍等一下下啊，哦。好，接下来欢迎李琦。李琦现在人在现场哦，他今天没有去买冰棒哈。好的，来正中间，来李琦先单拍一下。李琦个性开朗，幽默的微笑男孩，基于男孩跟男人不同帅度的魅力。好，男孩是什么感觉？男孩先男孩，男人瞬间切换成帅气男人，眼神就会更漂亮了。好，今天我记者会他还带哑铃的话，我真的。我就谢谢他了，我真的。好，他是微波炉男孩假期当中的开心果音乐家，但是你知道，开心果跟音乐家有时候个性是反差的，所以他到底是音乐家还是开心果呢？谢谢，谢谢李琦，请李琦稍等一下。好，接下来欢迎石之田。石之田，我必须说，我看了几集之后，我谢谢石之田是脑筋算很清楚的啊，在一阵混乱当中。带给大家很多整理头绪的时刻啊！来，石之田正中间，好，活泼的个性，变化多端，能静能动，点子特别多，是微波炉团队当中的头脑。好，来这右手边下方，好，左手边，好，我们要看一下，看直播的粉丝也刚挥挥手哦。好，还有右下方 IG 的粉丝朋友们。谢谢谢谢石之田，接下来欢迎姚雨腾 You。好的 ，You 说自己的个性是比较安静哦，他是典型的摩羯座的个性，他习惯用表情跟大家聊天，这是非常浪漫的感受。用表情跟他聊天，怎么样能够不说出自己想要就是分享的内容，但透过表情能够真实的传达，这是一个非常深的学问哦。好，是微波炉团队当中大家指定主厨的任务，到底大家想吃的又能不能都做得出来呢？来，我们右手边的这个 IG 的粉丝跟他们挥挥手。好，还有正中间的粉丝朋友们，谢谢。好，接下来我们欢迎队长钟瑞佳。钟瑞佳看体型就知道哦，我们是运动员的体格在里面呢。往后一些，一小角度，是的，活泼好动，户外有体质，喜欢运动，接触大自然，是微波炉假期当中男孩们的队长，也是苦力劳力担当哦。
在你可以看到大家正在苦恼到底要器材怎么选择的时候，达瑞家让很多的团员们有很多自己帮自己买小礼物的时刻哈。好，再到今天下方，谢谢，好的，谢谢，来正中间，好的，那我们要全部集合拍一个合照。但我们拍照的时候，先问一下队长，我们是不是有分组，对不对？你们在假期里面？啊，对，食材组跟器材组。对，食材组跟器材组，所以我们要不要按照这个组别来分站位，好不好？来，请问是出劳力食材组，出劳力的这个器材组的？对，好，那边是，这边是器材。你们是对不对？好，对对对，好好好，实际秀已经开始了，大家感受到我们的疯狂。好，来，请问食材组的举手。食材组。对。走，来器材组的举手。器材组，好的，在器材组的组长就是瑞佳嘛，对不对？那食材组的组长呢？子红，我觉得他今天虽然没来，我们还是要给他一点存在感，好不好？来，子红，请出来。OK， 好，子红，来来了，来了，来了。好，来，好，周在旁边。好，来，我们六位一起，我们合体拍一个合照，好不好？来，罗罗，你来这边，来，罗罗，你在这边，我们靠近一点点哦，来，大家靠近一点点哈。好，来，正中间。好，来，可以来正中间哦。你们现在在模仿子红的动作，对吗 ？OK， 好，来正中间。好，我们视线一致哦，来正中间。好，大家的右手边看一下，大家的右手边哦。好，来左手边也帮我们看一下，左手边。好，来我们正中间上方的直播的粉丝朋友们，跟他们挥挥手，来，微波炉男孩要带着他们的假期，让大家从11月12号起，每周五晚上在 VTV， 我们让大家感受一下，当你觉得寂寞孤单的时候，微波炉男孩陪着你们哦。然后还有 IG 直播的粉丝朋友们，好，来正中间再一次哦，谢谢。好的，我们将麦克风交给微波炉男孩，请大家跟我们现场的好朋友们，还有直播看这个我们现场这个首映会的粉丝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好吗？好的，那我们先从罗罗开始，好了，好不好？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罗罗罗德宏，很高兴可以在这边看到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微波炉男孩的假期。是的，欢迎 You。Hey， 大家好，我是杨玉腾 You。是，欢迎张瑞佳。Hello， 大家好，我是张瑞佳。谢谢，是队长哦，队长带领我们微波炉男孩是一个很辛苦的任务哦。好的，欢迎李琦。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琦。是的，欢迎石之田。Hello， 大家好，我是石之田。欢迎，我们欢迎林子红，他今天会一直很有诚意的跟大家。大家好，我是林子红，我是在。是，我会，他会一直很认真的挥手跟大家打招呼，一直到我们今天首映会结束啊。好的，我们今天要跟所有的好朋友们分享啊，就是微波炉男孩的假期，是要让所有的朋友们大家感受到你们在这个实境秀的过程当中每个人相处的感觉，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有默契，大家都有白上衣跟牛仔裤，对不对？阿姨是牛仔上衣白裤子，对不对？所以有微波炉的同时，总要有一个负责清理的阿桑在旁边。我就是负责打扫的阿桑啊。好的，我们分别来跟大家聊一聊微波炉男孩的假期。既然是算是露营当中的这种实境秀，每个人在里面担任是什么样的角色，好不好？来，罗罗担任的角色是什么？我在微波炉男孩里面比较是担任后援队的部分，就是有任何需要 support 的地方，我就会补上去，有动就补这样子。有动就补 ，OK。罗罗年纪轻轻的开一些小房枪 ，OK， 还蛮可爱的哦。是，想象力太丰富哦。他的意思就是他是后援，大家看了就知道，因为我们里面有太多比较搭帐篷会很辛苦的时候，罗罗就有一个非常的重要的辅助他们的时刻。比如看一下这些标签是往里还是往外，是，对不对？好的，那 You 呢在里面负责的任务是什么？就是煮饭。煮饭。
然后其他就什么都不做。哇，这么享受，对。那有没有接收到他们想吃什么？你觉得这个你们买的食材确定能够做出这样子你们想吃的料理吗？就是他们准备的食材，你会不会觉得你们想要吃这样的料理，但是食材不一定准备的这么足？哦，有啦，就像第一天煮的东西也是临时做出来的东西。是，那但大家喜欢吗？喜欢喜欢喜欢喜 欢, 喜欢，但是吃不够，对，因为量太少，对不对？超级少，真的，锅子太小，对，锅子太小，就吃不够，怪锅子小。那为什么锅子不买大一点的？器材足呢？你要说一下，你要说明一下，因为锅子也是你们去挑的、啊，却告诉大家说完了，锅子太小，吃不饱。没有，我们以为那个锅子是因为我们煮泡菜，是，然后已经第一天已经非常累，是，累到而且又很热，对，所以那个整个心情就是非常的疲惫，想说可以大吃一顿，是，但是殊不知我们有神秘嘉宾，哦，所以又有两个神秘嘉宾削了那个锅子，是，那个泡菜原本除以六碗，对，除以八，所以我们一个人大概就只吃一碗一小碗，真的，然后就突然间都没了。气到你们说，哎，神秘嘉宾其实也不用今天来，对，有没有？或者是可以先讲，对呀、啊，或者是神秘嘉宾带礼物来，对不对？怎么一看就变这样？所以组长在里面觉得辛苦吗？带领这一些弟弟们，非常的辛苦。是，其实是我推大家入坑，因为我自己本身，我虽然喜欢大自然，可是我从来没有露营过。哦，真的？然后就有一次，就是哎，有听说我蛮想要露营的，是，殊不知就真的带我去露营了。哎，我们这边结果娱乐是许愿池，好不好？这是许愿就成真，这是许愿池，因为我的那个梦想中的露营就是要想说要很有质感，然后就是大家就是在那个氛围里面就是奢华，对，奢华质感，我就想说应该做梦嘛，是，结果真的美梦成真。你看，是掌声鼓励一下哦。所以美梦成真的过程当中，现在是跟大家分享很开心美梦成真的，其实过程真的很辛苦，待会我们看片花就知道了啊、哦。那李琦呢，在里面负责的角色是什么呢？喂，李琦，我现在在直播哦。综艺担当。哦，你综艺担当哦，那你成功了。但是我没有在搞笑、啊。是，我就是做自己，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好笑。真的？没有，他就是维持他的人设。对，刚刚也在维持啊。对，非常好，维持最好。他维持的最没有偏差的。因为我拿到剧本，然后我有拿到剧本，我很努力这样。揣摩那个做了很多功课，我很努力揣摩那个角色。是，我花了一期这个角色，对啊，因为当时还没有就是出戏，是不是？对。对，你看，我要李琦多敬业。他从一出生就在演他的人设，演到现在都不偏离，非常好。所以在里面可以看到，到底李琦是不是制作单位的卧底？因为说不定他接受到任务，其他团员不知道，这也不一定嘛，对不对？又或者是李琦在里面有一些让大家觉得很，就是哇，去大热天的地方露营，他要带一些特殊的道具，也是让大家意想不到的哦。真跟主菜也没有什么关系的雅玲，我真的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难得跟特别的人设，所以待会儿在花絮跟我们的这个片花当中让大家感受一下。那石之田呢？我在里面应该就是比较冷静一点吧。是，我觉得我好像很常大家就是太都飞太远的时候，把大家拉回来一下，回归现实。对，动脑力是。对，而且要告诉大家哦，我觉得里面最好玩的是，虽然大家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可能有很多人的意见，一下要吃这个，一下要做那个，一下到底现在是要先干嘛，还是待会儿还要干嘛？但我觉得大家对我在动手做事情，这是感受最好的哦。我就一起努力完成，不管是把帐篷搭好，或者是把大家想吃的美食做出来。那我们是不是邀请我们的这个微波炉男孩们，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精彩片？你觉得我要访问一个人形立牌吗？我想试试看。好，你帮我问，你帮我问。来，我们把这个主持棒交给石之田来访问一下子红。子红说他有点累，他不太想讲话。是。他是一个孤僻的人。OK。有，你在帮他配音就对了。他手会不会酸呢？好。我来问他，我来问他。来，李琦帮我们问一下。子红，子红哥，哎，不要麦克风，不要动太近，好不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要 rap 了吗？你说什么？你要 rap 了吗？兄弟，不要这样找我，好不好？好，哎、欸，你好像林子鸿，你真的是林子鸿哎、欸。啊，
啊，不然我这个脸是假的。那我问你刚刚那个主持人问的问题哦，所以你在这里面，你是什么担当啊？我应该就负责食材吧，对吧？为什么你听起来看看的？对，你根本在模仿，是在模仿谁？是在模仿林总，还是在模仿别人啊？笑声还蛮像的，对，笑声蛮像的。好，分解我们继续。好，我们继续，我们下一趴 ，OK。我们要看的是真人实境秀，没有剧本，但是导演这边还是有些 round down 要执行的，好不好？哈，好的。我们刚刚聊了那么多，大家都只是用听的或感受到我们一些小预告，感受到我们的这个微波炉男孩的假期。我们是不是邀请各位先请回座，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精彩片花，好不好？那谁要负责把林子弘扛下去呢？OK， 好的，非常好。来，我们邀请大家先请入座。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啊，在看这个直播的粉丝，还有在 IG 的粉丝朋友们，我们一起来欣赏《微波炉男孩的假期》精彩片花。Zombie boy， 你是谁？变幻多端，能动能静。
他很多人说的很骚嘛。我比较习惯就听大家的聊天的内容。就是你在看他打球的时候，你一定要好好的珍惜他在打球，因为他是二刀流，就是他可以投可以打。那他投的球也很强，他明天要投100码，161公里。虽然不会讲话，但是我真的很认真在听，所以不要怀疑我。我之前念餐饮科，就是我会煮，好不好吃就是你买给我听。我还是要有我的原则这样子，对。他们有
不靠谱对象。我们村有六个大男生呢。看之前常拿什么？看之前当他临时的压力。你是不好意思，他都不想趁机训练吧？对啊。啊？哎，他们刚刚有没有帮我们？他们之前是我们班的。帐篷很重哦，帐篷很重。大家都是自己东西，快点吗？都自己东西。确定快点啊？肯定是。哎，好，去吧，快去吧。哎，有消防猛的吗？哎，消防猛好辛苦哦，辛苦你们。不好意思，小兵们，小兵轻松吗？小兵轻松吗？自然里面的这个感觉，就是360度都是很美丽的一个风景。这感觉就回来到在日本小学的时候的那个感觉。在这里啊。
哎，是不是烟有点大？我的手，有点过火。对，我觉得蛮漂亮的。好，行啊。希望能够就是达到更好不一样目标的一个心境在里面，所以我觉得真人秀的好处就是跟大家在一起，等于你没有一个时刻是独处的时候，其实更容易把自己的秘密跟大家分享哦。真的有点太容易了，真的。那个酒还有那个萤火，是不是？对，其实我们的萤火里面还有一些味道，都是慢慢的催眠的概念。没有加料是不是？你问一下导演呢？不然怎么说？你加了什么？上了什么？哎，为什么烟会这么大？你有思考过这一点吗？哦，就在旁边，真的，我们是真心话的一个烟雾哦。好的，来，是。就加了牛肉。对呀，诚实肉沙包。是，对。那那个瑞佳呢？对你来说，你又当任队长，你觉得有最辛苦的地方吗？跟大家一起这一刻？我觉得蛮享受的，虽然很辛苦，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很享受在
每一个阶段，就是搭帐篷，然后每个人都很敬业的做好自己的事情，然后非常真实。对，那要问一下 You， 对你来讲，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假期虽然三天两夜，就是你会哪一个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将来放假想要跟大家再一起去玩的话，你还会想要玩什么样的内容吗？就是第二天吗？第二天晚上就是刚玩过，然后之前在那一刻吧，就是我觉得印象非常的深刻。是，对，就聊心事嘛。对，你最喜欢聊心事的那个，也不是喜欢，就加那个氛围啊，是大家就聚在一起，然后就那个感觉是蛮怀念的。怀念，因为我应该是觉得这次去真的天气因素，对，可能下次如果他跟他家人去的话，可能就是选秋天去，可能对，秋天或春天凉爽的时候，对，凉爽一点，他就会可能会更放松，然后心情就会更不一样，更舒服自在一些。因为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就是非常炎热的状态哦，就大家的汗水、泪水一次飙出来。那罗罗呢？对于你来讲，你有没有觉得这次旅行完之后，有没有哪一些团员让你觉得哇，他们本人是这个感觉？子红其实让我印象蛮深刻，因为他其实在拍摄的时候啊，跟平常相处的时候，是他给我印象都是一个想蛮多的人，然后相对严肃，但是其实他在这次录影的时候，他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发现，原来他是一个很设想周到的人，是，然后很暖，就是他会不嫌麻烦，然后会多带一些用具餐具，然后就是为了大家方便。是，对，我觉得这也是哦，就是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就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的真实个性。而且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就文博路男孩，我们是帮大家圆梦的时刻，不仅仅是我们有在戏剧上的合作，然后有这次这么棒的实境秀，你们还一起录了歌，对不对？有专属的博路男孩。哦，对，是。今天11月11日那个数位的微博男孩的主题曲已经有上架了。对，我觉得这个也很对于微博男孩的几位团员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先来看一下 MV 好不好？哎呦，很嗨的，那直接准备啦，看完 MV 再来聊，不是更有画面感吗？好，来，我们各就各位，散开，我们把荧幕一起来邀请大家感受一下啊！来，这首歌的歌名谁要帮我们报一下？Be my lover， 哎呦 ，Be my lover， 邀请大家一起欣赏。是，时间总是在逃避，藏不住的小眼神，藏什么秘密？谁默默偷偷不在意？心里在打什么主意？其实我也知道你的脾气，知道你的任性，可我偏偏欺负自己。其实你也知道我的心机，知道我的心底，静静看着谁先出击。静静看着谁先出击。
掌声鼓励 Vita Lover 来集合。我先问一下李琦好了哦，李琦在里面不但是唱，还让大家看到你的情谊。你那一天是打完疫苗之后进去录音，还有点发烧哦。对啊，对啊。会觉得很累，还是刚刚看到这个成品也觉得蛮开心的？没什么感觉。是不是目前烧还没有退？还没退，打完疫苗还没有退。打完第二剂，我们上次打完才28。对，他打完第二剂、第二剂 ，OK。现在也可以。对，所以是，所以在里面刚刚看到这个音乐，对于你们来讲，是不是也觉得可以跟团员一起完成这样的作品，自己应该很高兴吧？算高兴。OK， 算 OK， 好，算高兴，这就是他的很高兴的感受了哦。那我们在这个团员当中，有一些本来就是歌手，像是 You， 对不对？ You 有没有特别去告诉其他不是歌手的这个演员朋友们，有没有指导他们、教他们一下？指导是没有了，就是因为我的下一个是洛洛，是他，看起来就很紧张的样子，是，我很大很用力的打他。哦，对，是个吐血的程度，就是他已经紧张了，你还容易打了他。他说不要紧张，然后他就说你先唱几句这样，就这样默默唱几句，就说很好啊，很好啊，很高，就说演的吧，是真的觉得罗罗唱的还 OK， 是，对，罗罗是不是有被老师特训过，对不对？有，我跟 Lisa 老师上课。那 Lisa 老师有没有给你什么建议呢？他说我很适合唱歌，可是我是在这之前，我其实没有那么自信对唱歌这件事。然后是跟老师唱歌之后，他一开始训练完之后，他就是说：“我先录你，我录你，你让你自己看看状态。”对对对。然后我是边唱，就是那个就是吼，血液就是一直这样在脑门沸腾，这样就是没有办法。无法自己就对，对，没有办法冷静。对，然后老师就说，其实还是可以的，可以的啦。对呀、啊，因为老师教学生那么多年，总是还是碰到就是可以好好雕琢一下的嘛。哦，来瑞佳呢？瑞佳出道几年了？20年有了哦，就是很难得有这样的经验。会不会对你来说也是紧张？对，平常进录音室就是配音，对，就是录唱。我觉得蛮特别的，蛮新鲜的，然后也蛮。感觉蛮好玩的，是，因为在录的时候就还蛮享受。然后那个指导老师也说，其实我的声音蛮适合中低音，是 ，bass 的部分就是负责帮忙和中低音的部分，非常好。对，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不同的责任，对不对？那还有和中低音 bass 的部分，然后再慢慢把你弥补掉。如果唱得好，再慢慢调大，对对对对。是，来石之田呢？因为刚刚讲到说 MV 已经出来，你整个感觉你最惊慌，为什么会这样害怕？因为唱歌很难啊，对我来讲，然后又第一次做这件事情，是就很紧张，也很尴尬。然后 Lisa 老师真的是一个很会鼓励人的老师，就是其实刚刚前面就是罗讲的，然后瑞佳讲的，就是 Lisa 老师每次听完他都会说，哦，你的声音其实很不错，然后很适合怎么样怎么样，就他都会挑到好的优点出来，所以也很谢谢他帮我安排。那时候他听到我声音，他就说我声音比较适合调皮捣蛋一点，是，然后就是负责给我去唱调皮捣蛋的地方，让我可以跳出来一些，然后听到原来我的声音真的蛮顽皮的。对，我还想说，Lisa老师听完你的歌，是不是跟你说，石之田的戏演得很好？没有啊，他没有那么没有礼貌。好的，好的，好。那当然，因为石之田还有听着子红的 demo 一起来配练唱哦。对对 对, 对。那我们既然是这样的，那我们要听听看另外一个歌手，他会不会给你们什么样，在一起合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不一样的想法？他在练习跟看到 MV 有没有也有觉得很惊喜的感觉？我们要欢迎今天的神秘嘉宾，看看是哪位。Hello， 哎呦真的，我们眼神都看正前方，因为你看我们正前方就有镜，对不对？我们完全可以面对面跟子红来打招呼哦。来，子红先跟现场所有的媒体还有粉丝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好吗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子红声音还好吗？喉咙不舒服是不是？
紫红刚刚的声音是我们刻意模仿的，我们有装一些变声器的。哦，好的。哎，紫红要不要先跟所有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刚刚看到《Be My Lover》的这一个 MV 已经上了，在配唱的过程当中，你自己有没有觉得也很兴奋跟很好玩或难忘的回忆呢？唱了非常厉害，因为我们第一个唱，然后我是两个，对，然后唱这个手，然后没人听，所以唱好，然后他想说很棒，他说第一个唱的，他翻译一下，对，他好像说他是第一个唱的，所以那时候比较敢，然后又比较尴尬，对不对？有尬这个字嘛？我一直听到脏话，只要你眨眼，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压力很大，是，对。就是说他第一个配唱，所以压力比较大一些些哦。那这次跟这个所有的朋友，就是跟这个微波炉男孩一起去露营，我们这个这么精彩的真人实境秀，这个微波炉男孩的其他团员都已经看过前面两集了，你自己有没有也很期待呢？我还很期待，我还蛮期待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完，那我们完全就是对百分之百的帮他还原啊。那有没有什么要跟这个粉丝朋友们预告一下，一起来欣赏这个微波炉男孩的假期？有没有你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是，很怕不知道。就是，锁定，锁定，请大家锁定。没看到不一样，我们，我一看到一点，发现他越来越火，是这个样子。OK， 谢谢子红，非常棒。我们收到了，看到不一样的我们，然后平常是不同的样子。是，然后请大家一定要锁定哦。那当然非常重要的是，因为微波炉男孩的假期是希望帮大家一起在这个生活当中有更多的正向能量，像微波炉带给大家加热的感觉。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首映的仪式哦，我们邀请大家一起帮微波炉男孩加油打气。我们先往后一小小步，好不好？来，李琦小心，李琦小心，我们把这个加油的这个打气台先推到台前。我也不知道，是，这是。那我们待会儿就分这个器材组跟食材组，我们分两队哦。然后紫红虽然今天是这个连线跟我们互动，你要帮这个团员们一起来加油打气一下，好不好？你在后面帮我们当啦啦队哈。好，来，我们先收一下麦克风。好的，来，我们先要移动一下哦，要移动一下我们的台子。来，请问希望要往哪边移？再往右手边，谢谢谢谢，这样吗？好，好，这样好吗？好，对，好，我们是一个，来，裸露往前一点点哦，不然会被挡到哦。好的，那我们待会儿对这边，我们待倒数三二一之后就开始使劲你们全力打气，好不好哦？我们要就是把大家的气都集结起来，帮大家在2021不管有任何的不开心都能够烟消云散啊！他怎么会爆？因为是整人节目，对不对？爆炸！好的，我们来倒数三二一，要一起来打气。没有了，三二一，打气！要再次跟大家分享，12月，让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因为微波炉男孩在11月12号到整个的12月都有微波炉男孩的陪伴哦。每周五晚上在这个 WeTV 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每周晚上的8点 WeTV 全网重播。好，来正中间，好，我们一起来拍一个合照哦。来，请工作人员先帮我们把这个打气筒先收一下哦。好，对，紫红可以稍微往你的左手边一点点，这样就不会被挡到了哦。好的，来，我们一起看正前方。来，我们来拍一个大合照哦。2021的一开始的年初的时候，因为WBL 的两部戏剧陪伴着大家展开新的一年，在2021年末11月12号起，微波炉男孩的假期陪大家感受在这个2021更多温暖的感觉。
也请子弘一起跟大家挥挥手。耶、谢谢大家，要邀请大家每周五晚上八点锁定 VTV 全网独播 VIP 抢先看哦。好，来大家的左手边下方也帮我们看一下。已经充饱气的气球收一下哦，好，我们再一起合体拍一个合照，好不好？跟子弘互动，好，哎，我们要有一些互动，好不好？来，子弘，你要不要把他们撩起来的感觉，好不好？好，很好，现在是按摩头皮的感觉。锁喉的概念哈，好，来正中间，好，来左手边下方也帮我们看一下哦，好，右手边下方，谢谢。微波炉男孩，你其实有想到一个什么？微波炉男孩，叮，时间到了，这个叮是不是？你们有些什么特殊你们自己专属的手势吗？微波炉男孩，有没有？是哪一个？叮，这个好，就是时间到要按按钮的概念。那我们一起叮一次，好不好？我说微波炉男孩，你们就叮好，来，准备喽，三二一，微波炉男孩，叮，好，时间到了，所以代表每周五晚上八点，11月12号起，让微波炉男孩帮大家在这个暖暖的冬天，能够注入更多热热的能量哦。谢谢，好的，那我们也邀请监制乔姐，还有导演安妮，还有制作人，我们一起来拍个合照，好不好？今天是
号数位单曲已经上架了，大家可以去看听一下，然后也期待明天的微波炉，对，手工，谢谢大家，谢谢来瑞佳。然后11月19号那个微波男孩的 MV 也会上架，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微波男孩的假期。谢谢，好的，欢迎。然后11月26的时候，我们去微波的男孩的假期的时候，会有一个写真书出来，叫做《别样写真》，对，《别样旅行纪实》。对，那到时候会有更多的资讯大家知道。谢谢，来雨琦。刚都有听到哦，就这样，谢谢大家。雨琦非常精准的总结，好的，那我们亲子红还有我们微波炉男孩，我们一起用力的挥挥手，谢谢看直播的粉丝朋友们，也谢谢媒体朋友们，再次感谢大家，邀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微波炉男孩的假期。